德德，你为什么可以吃 ice cream？因为我写字吃的写很好。那弟弟，你为什么不可以吃 ice cream？因为我再不能吃啊。那你现在在干嘛？我在看那个吃 ice cream。哦，好，你下次瀑布在 party 就 ice cream 吃，好。好。好不好吃啊？好吃，不对，但是不好，不好的，要是我就不会不妈妈，对。那个，为什么弟弟？会，如果弟弟没有扑在 party，他就没有 ice cream，没有 reward，没有奖励呀。然后你赶快吃吧。好了，你赶快吃吧。德德，你赶快吃吧。哥哥在吃，对，哥哥在吃。你不要照相了。好，我不要照了哦。